快学习舞蹈啊，那个一会儿晚饭的时候就得拍了。OK， 起来，教你。Learn， 先往后。Yes。来遍 ，Solo。点这个手，嘿，敲敲门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你为你就动一动脚吗？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啊？还先。差不多就是这个。敬礼。然后就是 ，Run and Run， 哎，对 ，L E。你自己不行，你 solo 一遍。这个敬礼完了以后就是 run and run， 下来之后就 run and run， run and run， 因为这只脚一直在前面，你都不用动。嗯，嘿，嗯，嘿，嗯，敬礼完了以后就是 run and run， 然后就跟这边。嗯，上门，敬礼， run and run， 嗯 ，L V， 然后打招呼，哎 ，OK。你会的吗？你不会、啊。找找地儿去，走，我给你。其实我们就在这儿就行了，站不开吧？这很像学校，那一块就感觉有点不像学校，你知道吗？我后面有这么多追学者。其实就在这块，就是光最好。不行，那太爆了，太爆。其实就在这儿就行。想想怎么录的，谁拿着的？你拿着。然后就让大家自己找位置，其实我们就可以自己就找位置，找位置就是不用全身跳。方明宇没学呢，咱们下楼看东西。哎，这第一个是我，你 ，OK， 他们，然后他们到了。好，你毕业了。哎耶！毕业了。咱们最后大家一起打招呼，然后就分两组，两组怎么样？不是你们能明白我那意思吗？分段拍的？不是分段拍，就是一个一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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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你就跟你就比如说这样，我们这样，然后呢下一批来了 ，LV LV， 白雪，对，就那种，全是他们动作，但他们其实群魔乱舞也挺好玩的，反正也存下来了。你再练习练习，主要是你也有问题。准备好，咱们就是说那个，到这儿到咱们不是两个散开吗？两个散开，然后你们散开，然后你们俩往前上，你们俩就不动，我们俩不动，你们俩，然后咱们不散开完了以后，咱们就成一个这样的队形就完了。演练一下，演练一下。我先帮你。要这样，你这样一点，这样拍一下。可以，好，这不得500万点赞。